后我年后店主工作关系不善，因为从前发生过火灾，所以除了门以外都是水泥建造，而现在成为大家祈福的地方。万年宫正殿供奉王爷，后殿供奉观世音菩萨。万年宫里面所有的绘画都是由一位非常有名的绘师刘佩兰绘制。之前翁瑟妈祖庙发生过火灾，大家都心有余悸，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火灾，所以除了木质门板之外，所有的梁柱屋顶设备都改为水泥制造。